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餐厅，因为事关你们的考验将会跟餐厅有关的。大家试过拉客没有？今天就可以试一下拉客的感觉了，因为作为一个 Super MC 来讲，口才和说服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会将大家分为四组，而你们的计分的总额就会是 50% 就是人数， 50% 就会是那张 bill 的总额，那越多就自然越赢了，大家清不清楚？清楚。好了，那大家现在 ready， 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好不好？好，来到第一间进行食客争夺比赛的餐厅，是一间德国的餐厅 Berliner。 餐厅的环境装修优雅，融合了摩登和传统，简约得来又时尚。对于喜欢大自然的客人，还有一个露天茶座可以给你选择。讲到德国餐厅，就当然要品尝一下德国的地道美食了。秘制的德国咸猪手，它的制法非常特别，经过两次的烤焗，做到皮脆肉嫩。德国香肠拼盘，这个肉肠拼盘有成四款香肠那么多，衬埋德国啤酒简直是绝配。给个五星，一二三 yeah！我覺得我在愉景灣去為一個店頭拉客的過程，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咁我就同了兩位猛男一組啦，其實我是信他哋的，因為有一個咧就好口才很好啦，另一個咁大隻要鉗都鉗佢入去啦，係咪先？其實開頭我哋三個嗰個戰術咧，就是我同阿程浩俊就喺出面拉客，咁啊李秀錦就喺入邊負責做 waiter 嘅。咁所以咧，我係冇乜點擔心嘅。初頭點知去到真係做嘢嗰陣就出問題啦。咁因為都得一個鐘頭時間，咁我同陳浩俊就不斷就去分批啦，咁樣去佢喺前邊，我喺後邊咁樣去拉客。咁但係可能嗰三個字到，都係未有成績喎。點嚟㗎？係嘛？因為我哋啱啱食完。唉，最衰佢哋啱食完早餐啦，太過分。我記得嗰陣時係11:00，咁有啲人咧就啱啱瞓醒，就咁啱因為假期啦，咁啱啱瞓醒，咁啊早餐就啱啱食完，所以其實係嗰段時間係你要揾人去食 lunch 係比較難少少一件事咯。咁我覺得第一個客係我負責拉入嚟嘅，咁其實嗰一下我已經覺得係對於自己嚟講係有交代。即係其實呢個鹹豬手咧就係。基本上就是最出名的，即係出面都很少用兩個爐嚟焗嘅，咁呢個就用兩個爐嚟焗，所以就好脆。可能因為我聽佢哋講，佢曾經做過餐廳 waiter， 但係譬如可能係去拉客啊，或者去 present 一樣嘢，佢哋嗰個技巧可能爭少少咯。我好緊張啊！我第一次喺呢度 sell menu。雖然我在學校做過，但係其實係好唔正規嘅。我今次第一次好正規咁介紹個 menu， 雖然介紹到一撇屎咁，原諒我。咁其中咧，阿 Nick 咧佢拉咗一台客係我哋嘅中國同胞嚟嘅，咁可能德國餐廳未必啱佢口味喎。咁但係咧，好啦，拉咗入嚟啦，阿 Nick 完全三寸不爛之舌。本身嗰個中國人咧係話：，冇出份麵飯，我哋去第二度食啦咁啊。但佢話。哎呀，唔緊要啦，男人嚟坐低飲杯啤酒呢樣嗰樣咁，就勸到佢落去繼續留喺嗰間餐廳攞單，我覺得好犀利，非常我真係完全唔知點算咯。但係去到最後嗰15分鐘啦，咁我同阿程浩俊就決定喺個餐廳入邊
即係個外圍。我哋因為我哋本身係有分左右兩邊嘅，咁我哋一路咧都喺左邊嗰條大街去鬧客。咁但係跟住之後，我哋不如試下去咗翻左邊嗰、那個食市區嗰邊去拉客啦。咁喺嗰邊咧，咁啊15分鐘內都我自己就都拉咗兩個客兩台客嘅。lunch 啊 ，dinner 我笑得好痛啊！超人同我講翻，我知點解得四個啦。呢、這個我個隊友 have a dinner 幾點啊而家？咁但係去到最後出嚟嘅成績同埋我哋三個之間嘅配合嗰、那個默契其實係勝於出嚟嗰個結果咯。本來我哋係唔止15個，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呢位小姐。之後佢哋咧就喺出面度拉客喎，咁但係佢拉完啲客咧，我係唔知佢哋咩樣嘅喎，我哋完全冇考慮到呢個問題。之後點知我出到去，佢同我講：，喂，啱啱有幾個人入咗去嘅喎，你有冇見到啊？有冇幫我攞單？我話嚇有咩？我唔知喎，啱都見唔到，我幫緊攞單啊。跟住係冇咗兩單咯，咁樣。其實我覺得去愉景灣去幫一間餐廳去拉客咧。其實最大的感受和滿足感咧，並唔係我哋拉咗幾多錢，而係我哋同隊員之間默契嗰個摩擦，係呢樣係勝過任何嘢咯。第一組嘅成績好似麻麻地咁，唔知道第二組又會點咧？第二間進行食客爭奪戰嘅餐廳係一間充滿歐陸風情色彩嘅西班牙式餐廳嚟噶。Sola， 嚟到西班牙嘅餐厅，梗系要感受下西班牙式嘅气氛啦。睇下佢嘅装修，简直置身于西班牙一样啊！佢室内有冷气，但系如果想享受阳光嘅话，佢仲有 balcony 可以俾你选择噶。嚟到西班牙式嘅餐厅，点可以唔试下佢地道嘅美食呢？嗱，依一味烧牛蝦非常之矜贵同埋松软可口噶，事关一面嘅烧牛蝦啊，净系可以做到两份餐噶咋。依一味鮮茄麵包用了新鮮的番茄蓉加上海鹽配上麵包，非常健康可口的。跟住下來不可以不介紹的就是西班牙燒乳豬了，它全隻乳豬都用了白酒經過一晚的浸煉，再用西班牙式的烤焗做到皮脆肉嫩了。 Hello， 我們今天呢見到我同阿 Sammy 已經換咗呢度嘅制服，好型仔，係非常之專業噶你。而我哋兩個咧就負責喺餐廳裏面咧，就係咧要去為啲客人咧去介紹呢一間西班牙餐廳特色嘅菜式啦。咁而啱啱咧老細咧已經請咗我哋食一個豐富嘅 lunch 噶啦。咁我哋已經影曬相咧，你睇下，超好味啊！咁我哋陣間嘅策略咧就係諗住攞住呢一個嘅相片咧去為客人咧去推薦咧呢度嘅佳肴美食嘅。我哋一定會絕對努力。咁我同其中一個組員啦，3號 Matthew， 咁我哋諗住一男一女就會吸引啲客啦。咁我哋著咗佢哋嘅嗰個叫佢哋嗰個制服，咁我同佢都有著嘅，就諗住真係扮佢哋嘅服務員啦，咁就去吸引啲客嘅。但係點知咧，冇反應，好冷淡啊！點算？點算？點算？我哋已經好努力噶啦，真係好俾心機啊！但係啲人全部都食曬飯，冇計啦。咁另外，我嗰兩位組員都落咗嚟拉客啦，但係點知都係得個吉。啱啱喺中環食啊！因為咧，我哋問10個，10個都係話我哋已經食咗啦，唔需要啦。搞到咧，我哋3、4點我哋都未有第一個客。頭先啊，嗰對 couple 我猶豫咗喺餐廳度4個字睇對 menu 都唔行過嚟啊，又可以搶客喎？啊，冇梅子渴啊，滴曬汗啦！好多時候我哋拉咗好多客咧，佢哋都話好啊好啊好啊，我有興趣。佢哋陣間翻嚟啊！佢應承咗一定會翻嚟噶。小朋友，你太走開，走開。佢真係信啦！係啊，但係應該唔會係依家啦。我諗今晚先嚟食啦。咁樣呢一方面，我哋就冇咗好多嘅客人啦。咁我哋揾到嘅客係幾時咧？就係佢哋咁啱經過間鋪頭，望到張餐牌，我哋咧成隊4個人就第一時間湧埋去。好嘅，嚟。要拍喎，真係要拍嘅喎。咁最特別咧，就係呢
包可以點？係啦，你可以選擇點油啦，點完油之後。我食，你食唔食？好，知道是乜嘢嘛？睇到啲個賣相都幾好啦。即係佢有相我嚟睇，我哋睇都覺得想上嚟試下。好開心啊！而家簡直係由地獄咧上翻天堂啊！艾米，你哋去完邊度 shopping 啊？唔係啊，我哋係特登入嚟行過，唔係入嚟睇下嘢啫。佢真係食飽，啱啱喺中環嗰度上船，唔係入嚟食嘢，佢係諗住咧已經帶埋沙灘仔咧，係咧過嚟去睇日落嘅。咁啊，純粹一嚟到一落，諗住睇個 map， 睇下 Discovery Bay 有啲咩好嘅地方好去處嘅時候，就即刻俾我拉咗上去餐廳嗰度咧，就為咗幫我咧嚟去 order 咗四樣嘢食。真係每一粒做粒做粒加上去打埋上麵包上面試咧，就係非常之好食，最好食就係呢個 chili 咯。係啦，實在太感動啦！呢對 couple 實太好啦。第一、第二组辛苦了成日，成绩好像都是麻麻地咁，梗系啦，拉客，你估食咁容易咩？唔知道第三同第四组系咪同一命运呢？愉景湾位于东北海岸，占地649公顷，是全港第一个以环保城同南欧度假概念而起的住宅区。愉景湾绿草如茵，海天一色，除了提供一个优质的住宅环境给市民之外，更加是市民和游客的一个好去处，是度过一个休闲假期的必然之选。愉景湾 D 仔是全香港最大的临海露天美食区，入面拥有十几间国际特色美食家，如果想找嘢食，这一间啱你心意。而且还会因为不同的时节，以相关的主题，在周围的环境作出一些特色的布置和设计，令到居民和游客都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来到愉景湾就一定要提这个大白湾沙滩，因为它是香港少数的人造沙滩，加上这里水清沙幼，绝对是休闲假日的好去处。一年的情人节，大白湾都会点着巨型的心形蜡烛，不少情人都会在这里拍拖庆祝。大白湾绝对是一个理想的求婚圣地，那你会不会跟你的情人在这里求婚呢？持續氣管敏感，唔使擔心，而家已經有抗炎預防藥，可以控制症狀。100% 韓國製造，設計時尚，取材環保，全人手製造，盡顯獨特個性，韓式閃耀，盡在 Design in Me。百年老號希臘酒莊，優質葡萄結合千年古希臘釀酒方法，延續酒香文化。Santali。摄猎细致影像，全新2000万像素 Samsung NX200， 冲破地域界限，穿梭游戏人间，挖宝点，潮爆玩，又点止刺激咁简单？分享潮流珍品，搜藏无价宝物，搜索激新玩意，又点可以冇你哋份啊？玩家达人，预埋你玩。又轻松，优质生活乐其中，潮流品味，各地名牌产品，时尚音物，趣味玩意，带俾你最新购物资讯，陪你做个精明消费者，购物天堂。B B 出世啦！迎接小生命嘅来临，要点样做一个健康嘅孕妈妈呢？ B B 出世之后，又要点样照顾身边嘅小朋友啦？同你分享护理妈咪嘅方法，同埋话你知宝宝成长嘅心得。好月子培育有限公司特约《月子好宝宝》系一个全方位共融嘅亲子节目，同大家共聚温馨时刻。
嚟食客争夺战啦！第三组由四朵金花组成嘅，佢哋负责嘅餐厅咧就系一间占地5000尺嘅海景露天雅座 Sark 啦。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欣赏到好靓嘅海景噶。不过如果你唔系咁想晒，唔中意阳光嘅话，亦都可以上到楼上嘅雅座，一边叹住冷气，一边欣赏海景噶。呢、这、一个海鲜拼盘非常之丰富啊，有青口啦、大虾啦、三文鱼扒、鱿鱼、tuna， 仲有好加埋 chips 同埋佢特制嘅酱汁，喺海边食啊，真系一流啊，别有一番风味噶。呢、这、一个 chicken salad 用咗牛油果、番茄、green chicken 同埋特制嘅酱汁，非常之适合做 starter， 开一开胃，跟住落嚟仲有好多好嘢食噶。这个 baby back rib 做法非常特别，用了秘制的 homemade 酱汁来做的，非常之 juicy， 入口即溶，真的不可以不试啊。表面的装备已经还好了，这个一定要粘的，可以粘那些有Yes. 是啦，咁嗱，我哋有两分会分两队，咁仲要摆衫咧，我哋系白色战士，就要企喺门口啦，闹住啲客户。两边，嗱，一边入口嗰边，耶，系啦，一边入口，另外就沙滩嗰边，系啦，嗯，咁就去闹住啲客户，咁就介绍呢个餐厅有啲咩好食啊，咁样，我哋拉咗过嚟咧，你哋两位，嗯，我哋两个主力介绍啲，我哋两个一身打扮咧，见到我哋有一条围裙啦，就知道我哋系做呢、这个。waitress 嘅，系啦，我哋负责落单。咁呢度就有两份 menu 啦。咁咧，到时我哋两个咧就会一人攞住一份，嗯、一人攞住一份，就会 sell 俾啲客。嗱，每台一嘅 dish 目标，我哋有十台目标必定达到。耶！最紧要就系 pizza， 因为 pizza 系最多人食嘅，咁我哋一定会 sell 呢、这个。我哋一个好嘅策略，就是、一个好嘅军师。我哋有请神 J。Hello。我少少俾你嗰啲tips 啊，點樣揾客嘅？如果你揾客咧，你話俾佢聽，我哋係最大嘅呢度 restaurant 嘅最 best 嘅 sea view 啦，你望住海啦，同埋最 maximum 嗰啲 variety 咧係我哋嘅。嗱 number one。lunch menu 係咁，係每樣嘢係冇乜所謂嘅。嗱，但係佢有冇啲即係 set lunch 咁樣？原來做一個 waitress 係好辛苦嘅，你唔好見我一身打扮咁樣，好似好吸引、好可愛咁樣，可以拉到好多客啦。但係咧，我哋喺restaurant 後邊嗰度咧就拉客啦。咁跟住咧就啲 local 嘅 people 咧就比較少人會過嚟食咧，因為佢哋話我哋住呢邊都食過曬。我之前都未試過做嘅，但係其實都幾辛苦嘅，但係都開頭咧我哋係拉唔到客嘅。Yes。阿爹，你考慮啲乜嘢啊？今日個天氣好熱啦，而家又熱又曬啦，出曬汗真係好辛苦。想食 pizza 仔？係咯。得咗啦！我終於都揾到一個啦。到咗後尾咧，就慢慢咁大家一齊合力，就拉到好多唔同嘅客。Have some milkshakes for kids. 我哋依家第六台，你依家第幾個啊？我哋依家六個，依個十四十六個加六個，即係幾個啊？22個啦，耶！喺個拉食客嘅環節咧，有個小插曲嘅，就係咧經過嘅日本遊客啊，咁見到 Miki 咧好靚女啊嘛，咁 Miki 其實唔使講嘢，咁直接就問佢啊你係點樣噶，跟住之後咧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拉到我哋依班靚仔日本客去消費喎。日本客咧，佢都係想邀請阿 Miki 去側邊咧陪我一齊飲酒嘅，但係嗰刻咧阿 Miki 係咁俾眼神我哋話救命啦救命啦咁。OK， 阿你得唔得？謝謝，係。Just got to see me through a moon day.
邊聽歌，一邊同啲 friend 飲杯嘢傾下偈，簡直係人生嘅一大樂事啊！今日嘅第四組就嚟到依間加勒比海嘅地中海風情餐廳 Timon Ways 啦，佢係擁有全亞洲最齊全 rum 酒餐廳之一嚟噶，中意飲酒嘅朋友千祈唔可以錯過啦！三五知己一齐饮下嘢，倾下偈，仲有歌听就梗系叹啦。但系如果肚饿嘅话都唔使惊，因为佢哋都有好正嘅小食噶，好似味鲜番茄咁啊，鲜得嚟咧又有少 cheese 配埋一齐，仲有啲橄榄油同埋 herb 配白酒，简直系一流啊！而唔够饱啊，唔使惊，因为佢哋嘅 baby rib 都同样吸引噶，非常之鲜嫩可口，配啤酒或者 whisky 啊，简直系冇得输啊！但如果是 vegetarian 呢，你是 vegetarian 就 represent 這些給他咯。另外這個呢，後盤都要這個 platter 就是多，你們自己研究又有什麼用啊？不如都是問回這裡的店員究竟有什麼值得推介好過啦。我看看那個餐廳是怎樣的，比較出名的是什麼多食材，有汁的，這個沒汁的，有少少類似汁，但是它本身不是。問清問楚了嘛，快點開工啦，時間有限啊。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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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拉客咧就顧名思義就係你喺條街度咧點樣可以遊說啲人 potential customer 變成你嘅 real customer 啦。我諗到一招，叫佢哋埋單，再出翻嚟再落去嗌個。有冇人會咁做先？要計數啊！Hello， 你好，食咗嘢未啊？你哋過去飲杯嘢啊！不如我哋轉頭一會入個 band show 噶，過去坐坐啦，好唔好？哦，咁難嘅點解？為什麼要他們去喝杯東西都這麼難，已經很盡力了。其實那裡很多遊客的，很多遊客都是來走一下，未必想消費在那裡。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三四點，這個時間很尷尬。哪有得比啊，吃 lunch 和 happy hour。 不過我們很有體育精神的，即使是這麼難，我們都是會努力去 try 的。我們未到 last minute 都不會 give up 的，OK？ 是的。那我覺得挺有趣的，啲 cam 跟住你周圍走啦，咁啲人會覺得發生咩事啊咁樣，因為你爭翻對比你唔係行啊嘛，你要跑過去叫啲人，喂嗰日食嘢啦，有歌聽咁樣乜乜咁樣啦。我哋都盡咗自己力啦，都盡量，我哋用一個最親切嘅笑容去啲同啲遊人講話，你哋有冇興趣過嚟飲杯嘢啊？咁係咯，都有啲途人係俾我哋打動咗啦。咁啊，又講普通話，又講英文，甚至乎講埋韓文添。你好，你好。都可以係嘛？飲嘢嘅話，女士會唔會中意啲 cocktail 或者假冇酒精飲品？一個字講曬，苦盡甘來。唔係咯，一個餐台就係辛苦嚟㗎。臨尾一個十人台，扭轉咗我哋命運。咁犀利嘅。哇，好好人呢個男士，辛苦是辛苦的，係啊，又試過啲唔識英文嘅。最重要咧，喺依家呢個鐘數咧，其實比之前嗰啲組咧係難好多啊！要飲酒啊，十台喎，十台去飲酒其實好難嘅。希望陣間我有好成績啦。經過咗一整日嘅努力，我哋一二三四組施展咗渾身解數，出力拉客啊！但係究竟最後勝利嘅會係邊一組呢？有結果啦！結果就我手到啦，大家想唔想知道結果係邊組人咧？大家都伸曬啦，咁不如由你哋嘅組長嚇就認認大家究竟有啲咩數啦。第一組係邊個？好，紅兄，你估你多唔多啦？都幾好。都 OK 噶，你係有2843蚊，有13個人嘅 ，OK 啦。好，第二組 Matthew，
非常之好意頭啊，888蚊加油！係九個人啫，係咪非常之好好靚嘅數字啊？唔 OK 嘅。好啦，咁第三組組長係邊個？喺度 ，Inky， 估下多唔多啊？最多最多最多。7759蚊，同埋49個人啦。OK， 呢一組都唔差，都唔差。我哋有呢個3094蚊，同埋29個人都好犀利啊！好啦，咁結果呼之欲出啦，大比數贏咗，依組第三組。經過咗一輪激烈嘅比賽之後，當然要鬆一鬆啦。大會就非常之好咁樣安排我哋去參觀唯一長住喺香港嘅歐洲高危帆船 The Bondi。世文好啊，你看大家玩得几咁开心，几咁投入。The Bounty 是仿制了1784年的商船 HMAB Bounty 二舰嘅，喺1787年嘅8月5日，英国海军授勋的威廉布莱上尉就成为了 The Bounty 的船长，前往大溪地搜罗呢个面包树的幼苗，运往西印度群岛种植。为当地的奴隶提供廉价和高营养的食品，从此就展开了一段英国航海史上举足轻重的海上半边传奇故事了。今日的济民号已经是一个可以给大家租用出海遨游、做私人的宴会、主题 party， 甚至还可以举行特色婚礼的场地添啊！经过了一日紧张刺激的比赛之后，能够在这个远离烦嚣、充满忧虑情怀的地方，愉景湾真是为我们每一个 Super MC 都留下了难忘和深刻的经历啊！如果各位观众想重温今集的节目内容，可以到以下网址 www.apus510.com.hk， 有智能手机的观众也可以到 App Store download Apus， 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温精彩节目。